创业者都有一部手机，你有吗？我有。小袁，你看着现在的冯瑞雪，会想到那个世界失踪的冯瑞雪吗？你到底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事儿？真的是你？你别过来！是我呀，霍博宇，博宇广告公司的博宇。你是江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，我们俩在一起过三年，整整三年。你也穿越了？这事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多，我回头再慢慢跟你解释。那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是离开洛杉市了吗？哎，什么都跟你说，离开洛杉市，只不过是为了我去欺骗那个病毒，做了一个障眼法。什么病毒？你什么意思？没有时间解释了，我们先走啊！走。创业者都有一部手机，你有吗？我有。许特助给你的？你怎么穿越过来的？这跟许家有什么关系？我，小然，对不起，你是被我牵扯进来的。什么叫你牵扯的我？你知道我们是怎么穿越过来的吧？没有时间解释这些，我们真的得走了啊！我凭什么跟你走啊？你不想回去了吗？我想回去，但是我得知道回去的办法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那你快告诉我。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？除非你跟我走，江小媛。你不明白，这事儿不能再节外生枝了。你现在还跟我玩这种把戏？你以为我冯瑞雪啊？随便你骗。你在门口守着就行。小袁，哎，小袁。